这个身兼法，立鹤书相，气一定与一手丹田。舌舔上颚，齿扣啊，齿是微扣，气一定要去匀，呼吸要匀，啊，气沉丹田要匀，整个的身体，啊，背肩肘腕指，包括胯膝，啊，都要下沉，啊，有意识的下沉，控制住的下沉，脚趾抓地，手上东西啊，手上这个掌，这个掌指，这个掌指看着吗？手指这个拇指尽量靠近它这个劳宫穴这个位置上啊，尽量靠到这儿，尽量啊，有的你靠不到也啊，但是尽量到劳宫穴这个啊，两个手啊，你看它这肘，这肘都是哎，肘不离肋啊，肘不离肋，